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合肥。今天最多吃货徽章的飞行嘉宾，我们将邀请他成为我们节目的第四位常驻吃货。啊！你们三个是常驻争夺战，我们是竞争对手。天哪！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动作猜歌词游戏。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兔子的鼠鼠。老鼠，老鼠，老鼠，老鼠。双截棍。哎哎，泡沫。真的，我们是拿第一的。完全看不到了。挤过去。加油，争取常驻。势在必得。不给我提示吗？我在摇。你有没有觉得他是故意的？不是，你们慢一点，好奇怪，奇怪的小丁儿。哎，我不能戴眼罩，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。很奇怪，很明显，他完全不想赢那个状态。哎，怎么了？别演了，别演了，今天就是造假的一天。我们愿意给这个时间给两位歌手在现场打一下歌的，让你唱，你来唱我的那歌啊。对，好不容易来一下，打一下歌。好，那我重新跟大家打招呼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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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首歌，看似只有这几个字，但是它疯狂各种组合哈。对，迪哥，你第一次听有什么感觉吗？举报了，我点了举报。你没发现有些平台现在下架了吗？OK。那如果问起来，就娱乐圈只能留一首歌，宋木子和跨，你选哪一个？起来，跑起来！哦，宋木子就录到这里了。接下去我跟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。那如果吃了大份的，连续拍三次；吃了小份的，只需要连着拍一次。开始吧，我忍不了了，忍不了了。可以了，开始，开始。所以肚子要软一点。我对不起你。迪哥，迪哥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既然都要走，我换种走法。你要软一点肚子。啊，软一点，还打进去。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。按着它。开始是吧？哦，一次，两次。三次，哇，很强哎！四次了吧？哇，你这样成功了。五次，六次，七次，八次，完成了。十次，完成了。十一次，完成了。十二，十三，还有多久？十四。